捐钱，然后帮助做善事，帮助人。这一次的 DFC 让我学到了如何团队合作，还有做善事。之前钱没投，是走不回来，就只好把剩下的钱交给老师保管。首先我要谢谢老师，让我们有参加 DFC 这个活动，让我们可以练习自己的语言能力，让自己的说话更流畅。不知道毛线要去哪里买，所以我先去 Google 地图上去寻找有卖毛线的店，然后拜托妈妈骑摩托车载我到卖毛线的地方，然后帮忙大家采购毛线，还有大队里面担任做拼豆的工作。我们会把拼豆做好拼豆拿出去卖给同学跟老师，那中间有遇到一些困难，像是会卖不出去，那我们就学习用更好的推销方式，一起做更好的产品，让他们那个都可以喜欢。那我也学到很多，就是都可以找到问题自己解决。我在这个团队里面就是要负责去做毛球，然后还要去负责做 PPT， 然后呢还要整合大家不同的意见。我们当初捐的方法是直接丢在 7 里面的捐钱桶里面，比较方便，虽然不会有任何的，不像我们直接用我们的名义去寄过去的，我们就尽我们的力量捐这一点点的心力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。在这个 DFC 中，我负责卖东西，途中我们遇到的困难有东西卖不出去，还有钱不见等等事情，但是我们最后有把一小部分的钱捐出去，就是觉得帮助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。在这次的 DFC 中，我是把 PPT 的动作给大家教大家，然后帮忙把他们说的话记下来。在这次活动中，因为前面都让我很懊悔，